何少斌，资料照帕菲克经纪公司提供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22岁旅美小将何少斌去年3月在没有签约金的情况下加盟马林鱼赴美追梦，今天却遭释出，留下出赛27场打击率2.33的成绩。何少斌去年参加中职选秀失利，但不愿意放弃挑战棒球梦，前年初参加加州冬季联盟比赛被马林鱼球团相中，成为今年300多名报名参赛的球员中唯一和大联盟球队签约的球员。何少斌去年开季被分发到位在春训基地的新人联盟，生涯首战猛打赏，四战缴出14打数6安，缴出打击3为0，.429，.500，.500的加击。去年7月升上迈阿密马林鱼，为在纽约州上周的短期 1A。22岁何少斌异地打拼棒球梦，今却遭释出，帕菲克经纪公司提供。去年9月初短期 1A 的赛程结束，何少斌也回台为明年准备，在休季间仍努力自主训练，原希望新球季就可以从高阶 1A 出发再拼上 2A， 不料马林鱼却在今天宣布将他释出，并签下去年待在日职版神虎的三垒手坎贝尔 Eric Campbell。